嘿，好的，我是绿色系，我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巨大方块空脑生存。OK，好，我上一次是玩到这里嘛，然后荧幕下方就选择下集待续。OK，那么，我想要先去拿钻石，我先去拿钻石，钻石，钻石。这里有钻石吗？没有，钻石太远了，钻石太远了。就先拿铁矿充饥吧。先放一下奇怪的垃圾。OK，好。OK，好。那我们就先来攻略这里吧。金砖岛，首先这里一定十分的不安全。先看一下怪物们下午，里面的怪物十分的可怕。没有水，哇哇哇！耶！What happened？冲啊！哎咻，哎咻，简单，so easy，87苹果，这个我有好多的苹果，哎，乱放，脏脏，哎呦，本书哎。他们为什么要把重要的东西上面放金砖呢？重要的东西要上面放金砖，应该就是这个吧。OK，好，那既然下面是水，那我就先做出门。Go。挖出个洞来水，啊，量多了，桃木剑，然后之后就是到外面去，到外面去，到上面去。OK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的金砖人生，在重要的东西上面放金砖。哎呦！哎呦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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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人！啊啊！哎，这真的很恐怖呢。打开，里面有32个泥土，重要的东西上面放金砖。才不要把这个挖掉哎！重要的东西，是那个吗？重要的东西，重要的东西，不是。什么地方是上面放金砖的？又是电的方块，给我那么多电的方块，真是谢谢啦！上面放金砖，上面放金。哎呦，
No。哎，是这个吗？下面放金砖。No， 空的。哎，就是这个。上面放金砖。I see。啊！然后我说过每一个地图都有一个特殊物品，所以我还是必须找到那个特殊物品。但是，在找到之前呢，我必须先去把重要的东西放一下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好，走。我来再找到一下那个特殊物品。既然这边放的话，那就从这边走。咻！哎，太幸运啦！失落的核心。OK， 好，那特殊物品跟主要物品都拿到了，那就去下个岛屿吧。Let's go。啊，一样走原路回去，反正我很多电的东西，不用太怕。冲啊 ！OK， 好，那接下来要去的岛屿呢？我看看，就往地狱岛那边前进。这边是有点满啊，但是等它真正满出来的时候，我再看吧。哈哈，满出来，刚说完就满出来了。干嘛啊？屁屁小剑，点点掉，这就掉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。那这应该就是箱子岛的核心。那好，哎，在我面前突然蹦出来，吓死人。那就开始往地最后几个岛屿。做前进的动作。地狱岛，TNT 岛 ，TNT 岛，我想应该就是绝对不能放火。OK， 那接下来就缓缓的前往地狱岛。地狱塔可能就是打怪物了吧？该不会像之前那么简单？所以呢？等一下，我最好做一个附魔金苹果来，准备吃。OK， 那做一下工作盒，然后我们来做不够，太强大。俗话说，勇者永远不走正门。哈哈哈哈！勇者是不走正门的。高石牌。18、11是什么东西？看来还是得搜索下面。但是在搜索下面之前，我想要先去睡个觉。救命！哎，下不去。我啊 ，Go！ 我下不去。这边，走这边有点危险，赶快拿出我们的树叶。OK。为什么是空的？旁边是空的，有点危险。先垫起来。OK， 好。那还是存放一点东西好了，不然等一下真的要嗝屁了。木剑是存怎么存啊？用完即丢。OK， 那
那个玫瑰花可能跟谜语有关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乖乖走门好了。哎呦，穿装哦，这么厉害！现在穿装啊，我送你哇，好多只哦！看里面的箱子，应该就是谜语之一了，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哇，超硬！神怪砖呐，なるほど。但是他们只有数量优势，我有智慧优势，我还有版本优势。死好快！不行不行！哎呦！乖乖，要怎样安稳的上到那个东西 ？OK， 对，继续打，神怪砖没了，喊不起来了哈，没得狠了哈。金剑、金锭、金翼，是跟谜语有关，还是说要数总共用了多少金力？还是要算可以合成多少金锭？不知道，我先去看一下数字好了。我先去把所有谜语都看完。这边还有。上面是顶头的，可从这边应该可以直接挖得掉。OK， 那如果真的是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去算一下它的精力数。那还是一样，每个地方应该都会有一个核心跟。到了，都有一个核心跟特殊物品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拿核心的11。可是这是直接挖开就行了吗？对啊，这应该直接挖开啊。这是刚摆石头啊，12、13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楼上。哦，打王嘛，哈哈，哦，打王嘛，那这里的核心应该就是那个地狱之心了。可是我已经有拿到失落的核心哎，啊，那个数字，我就先暂时不理那个数字了。如果真的拿不到核心的话，我再去看看有什么方法。那大家还不记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本岛拿过一个凋零头？那个应该就是，也是召唤他的。然后这张地图本身就有防爆，所以的话打他应该会算是简单。那这个，那我们就需要多一点的电的方块，啊，把它围起来，然后之后就可以双双扁他。反正我附魔晶苹果，只要不要给他飞出范围之内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就算没有弓箭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轻松打他。OK， 就这么办。Go go go！ 那首先之呢，我主要是要把它用石头围起来。
不知道它会不会破坏周围的方块，应该是会啦。就先给它卡的 T 字形。周围的空间不够，不能照。太卑鄙了，还是要把这两个打掉。哎，放错，放错。哇哇哇！不要出来，乖。哎、欸，他飞出来了 ！B 计划 ，B 计划 ，B 计划换 ，B 计划换我躲进去 ，B 计划。B 计划，换我躲，你不躲我躲。啊！不要躲，过来给我打！啊啊啊啊！不行了，要射了，过来！不行，要躲一下，要躲一下。要给他自己飞下来。哎呀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不要，不要躲！你能不能再下来一个？巴托，太高打不到。下来啦！我没有弓箭不能射。不要躲，不要躲！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躲屁躲！哎，我被炸飞了！搞了！打到民国几年？哎，我就给你飞下来啊，给你慢慢的飞下来，怎么样？
任问号。任问号。三格嘛。下来下来。不要混。高是不是？下来下来，哎，直接轰我脸！超忙，还不下来呢。他不会下来呢。还是都是那个泥土的错。起麦。啊！凋零致死，这是我第一次死亡。先睡一觉吧。好。非常麻烦，我身上没有剑师。哎，我钻石镐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我前面叫你下来，你不下来，你偏偏现在下来，这样对吗？稿子我都要用弄死你，用稿子我都要弄死你。我只要捡到什么武器，我就用什么武器弄死你。冲啊！哇，没武器！哇，没武器！冲啊！拜托不要杀我！点的方块给我！啊！我身上怎么没稿子啊？步步惊心，不要怪我把这挖掉。下去。哎，哎，我没有武器呀。真的，弄死你！弄死你！冲啊！哎，我钻石就不见嘞，这样对吗？我看我这一次能消你多少血量。再不行的话，我就要去钻石岛再做一套。哪里？怎么在那里？一样，我先进来这里。哎，哎呦，你怎么在我旁边？哎呀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
还要飞上去。我剑被炸掉了啦，就给我下来齁。不好稿子也刚掉了，这样对吗？我先返回，你慢慢玩，我就先返回啦，我先整装一下再来打他。搞一只掉进怪塔好麻烦哦，要是关他的计划一开始成功的话，早就死了，我还跟他玩那么久。算了，至少斧头还在。好，我先整装一下，等一下就吃附魔金苹果，立即出发。OK， 好，我先去钻石岛一下。记得我有留一些备份的钻石矿在煤炭岛。好，那就再把杰西做一做。吓他，不要给我动。去挖下面比较实在。下去上面找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次非得给那只凋零好好看看我的厉害。返回，再挖两个。你给我等着 ，I'm coming。OK， 好，到我们的工作台去。颗，两颗，三颗，三颗。死定了！冲啊！冲啊！不要给我躲！凋零！
地狱岛的核心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那地狱岛的核心在哪里啊？可是地狱岛的核心在哪里啊？蠹虫，哎，果然在下面。除了一个塔，还有另一个塔。未必。地狱岛要打多久？真石头。地狱岛要打多久？啊啊！在哪里？核心？它的核心在哪里？它的核心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看见我的必定单身。哎，有了，核软石的核心，特殊物品不找了。找了，我们进石棺那边结束哦。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喽，拜拜。